哎，大老婆小老婆，哎，你们知不知道男人什么时候最让女人心动？逗逼的时候。逗逼的时候。哎，那你知道你们女人就是什么时候最让男人心动啊？大老婆小老婆，我终于找到你们了。你怎么来的呀？我怎么来？就闻着你们两个人的奶香过来的。我想要跟你谈个恋爱，不要对我不理不睬，把我拒绝千里之外，眼神的交流像是初恋般的心动，试着与我沟通，让自己放松。You know